是东都市，先前接到人，名叫夏莲。我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啊，一共有83万，希望你们给我追回来。我叫王新妹，我自己进了55万，我女儿也进了30万。谢谢，好好。我叫芦苇，我把家里的所有节约下来的钱，还有我下岗安置费都拿出来了，一共25万。我大概一共出了有20万。哎，那个领导啊，我这最惨了，我是东都市西山区龙湾镇桃花村三组的，我叫李门三。嗯，我是被那个雪原山号的毛三友，我们是一个村的，他外号叫毛驴。他当时他说呀，他们那个雪原山号，就是那很挣钱的，说什么还能开金矿，还能修那个高速公路。被骗了多少钱？一共是80万。80万。搁这80万，那都不是我的呀，我自己连10万块钱都没有，我就是一买菜的。我又向亲戚借了借，我凑了10万，另外把我们村儿啊23户人家，这才一共给他凑了80万。嗯，当时我，哎呀，我真是财迷心窍啊！他说他那利息高的，不到一年我们就能翻一番。前一段我买菜我又去，我到那一看，没了，那个雪原山号没了。我听人说他们是什么骗子。我一下就吓懵了，你说我们村这么多户人家的钱，我怎么还人家呀？我就是这。好的好的，您先别激动，好吧？先坐下，先坐下啊。谢谢，你一定把我们找回来。先别急啊。我给了25万，那些钱都是我从牙齿缝里省下来的。林医生，37.9度低烧。林医生，血压偏低。呼吸正常，心率正常，肺部有些杂音。医生，我的情况具体怎么样？你的情况很好，你的手术方案我们正在制定过程中，相信很快结果就会出来。你爸爸呢？他回去帮我炖点汤。哦，食物很重要，但是最好事先和我们商量一下，这样有助于对你的康复。那你好好休息吧。谢谢。没事的。刚才大家的情况呢，我们也都记录了一下，数额巨大，触目惊心啊。大家把各自的情况也都说了，我也来说两句，好吧？今天呢，局里边让我来接待大家，说实话，我挺不愿意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当初我就预料到了会有今天这种局面，这种很尴尬的局面。当初黄一瓜我们已经把他抓了，是大家一致要求释放他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当时我正在审黄一瓜，眼看案情就有了突破了。可我想不到啊，在你们的一致要求下把人放了。我当时也真想不通，你们呢，不光上访到局里，还上访到市里，甚至惊动了市领导。你们的能量很大，我不得不佩服你们的能耐。新队长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。当初黄一瓜的老婆就拍着胸口向我们大家担保，只要放出了黄一瓜，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还清我们的借债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那还清了吗？没有。那这肯定的结果是什么？今天大家都看到了吧？是不是？今天我们到这儿来，是有些尴尬、无理，但是我们相信，你们会原谅我们，会为我们做主的。对，就是有这种相信，我们才厚着脸皮到这儿来了。对对对，大家实在是没办法，我们也没办法。
我们大家是相信你们的，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邢队长，社会上都说邢队长是破案高手。对，大高相信你们。别了，别了，别了啊！你们这高帽子一顶一顶的都给我戴上了，我颈椎不好啊，别把我压坏了。不过呢，今天我听大家这样一说呢，我的顾虑消除了，我觉得我们这种尴尬也消除了，对吧？说实话啊，本来我挺担心的，因为这个案子呢很复杂，我要是全都跟你们说了，那对破案呢肯定是不利的，我要不全说呢，你们心里也得不到满足，是不是？但是今天我很欣慰，因为有你们对我们的信任，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尽快破案的信心和决心。好，谢谢。请大家给我们点时间，好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各位，我们经侦支队的所有干警将夜以继日，不怕困难，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，顶住一切压力，帮助所有的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。还有，你们不知道，我们邢志军支队长家里有天大的困难，可他已经将此置之度外。我不瞒你们，我爱人在医院呢，正准备要做一个大手术，一个风险很大的手术，医院呢等着我去为他签字。但是我说了，今天我一定要先接待好你们，让你们满意了，我才能放心的去医院签这个字。谢谢大家，我只想让大家明白我们对这个案子的重视。我今天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因为有你们对我们的信任，我们一定要为你们做主，一定要为你们把经济损失追回来，一定要对得起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。好，这来了，我来晚了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这样的，我们呢下午就准备手术了，所以急需等你来签个字。好。请这儿。这儿是吧？对。你怎么才来呀？都急死我了！我刚到医生那儿去了，小荣下午手术啊，我已经把字儿都签了。签完了？签完了。医生也说了，这个医院呢，做这种手术已经挺多的了，应该没有什么事儿。
你就别担心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下午哪也不准去，就在这守着。我知道，今天我哪儿都不去，一分钟我都不离开。快去看看小荣吧，你在呀，他踏实。我去看看。别紧张，刚才我到医生那儿去了，医生都说了，他们医院做这种手术做的特别多，很有经验，这点小手术根本就不算个事儿。别紧张。志军。嗯。如果这手术只是万一，我要是下不了这手术台，你能好好照顾自己吗？瞎说呢你啊！多大点事儿啊，怎么就下不了手术台啊？我是说万一嘛。没有万一，这世界上什么事都难说，更何况我这么大的一个手术。别瞎想了好吗？志军，要是我真有点什么，你能和他？谁呀？刘兰英。你能和刘兰英一块凑合过日子吗？不能。哎，你想什么呢你啊？你说凑合就凑合呀，别瞎想了啊。我跟他的事儿已经是历史了，过去了，怎么可能呢？我知道，可是我能看出来，刘兰英她始终心里就没放下你。我就不明白，你说你们当初怎么就……当初那是历史的事儿了，提它干嘛呀？不，你是不是给自己增加烦恼的吗？把车开到那边去。是。秦连长。来，您把药吃了，这药一天吃两次，您呀要配合我们治疗，很快就会好的。叹什么气？慢点。哎呦！爸，那你们先聊。哎，好。我先表扬你啊。啊！这一次全师大比武，你们一连拿了头功，为我们全团争了光，添了彩。师党委都说了，说邢志军带的一连，这是名副其实的演武团一连。接下来我可要批评你啊！你别不愿意听，我听别人说你邢志军为了这次大比武，三天三夜不吃饭不睡觉，晕倒了。我一想不对呀，邢连长邢志军我还不了解吗？那体格小头牛怎么能晕倒了呢？我到你们连去了，仔细一问，你们王指导员告诉我，说你除了工作之外，为了一个女人，就是前几天到这儿来探亲的你那个未婚妻，说把你给甩了，因为这个晕倒了，躺在这儿打点滴吃药啊，医生护士伺候着你。哎呦，邢志军，邢志军，这可我可真没想到，堂堂的一个大男人啊，为了一个女人晕倒了，躺在病床上，
你给咱军人丢脸不丢脸？爸，哪有您这样安慰人的呀？啊，对对对，我告诉你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把它忘掉。啊，天下何处无芳草啊！我告诉你，现在喜欢咱们军人的姑娘，那有头是。干明，我给你介绍一个。团长，哎，你老伴儿离去那么多年了，你为什么到现在不重组家庭呢？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听见没有？这是两码事。别我批评你几句啊，你不愿意听是吧？你拿刀子捅心窝子。团长，嗯，是刘兰英在捅我的心窝子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呦，眼睛还浸着泪水呢。我告诉你，你把那个女人给我忘了，我命令你啊。爸，这事儿哪能下命令啊？哎呀，我们这是谈军务，说啥去？这个命令我难以执行。我没听清，你再说一遍我听听。这个命令我难以执行。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啊？你是个孩子吗？你不是，你是个军人。你当了几年兵啊？你把你和手和脚拿起来，你掰扯掰扯干嘛？什么叫命令？命令如山，懂吗？战场上我执行命令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，但这件事儿我做不到。好，不愧是硬骨头一连的连长啊，这次拿了第一名，师党委表扬了你，翘尾巴了，骄傲了，不愿意听我郭团长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我儿子，我真想扇你几个嘴巴，你还不愿意听我说话呢。爸，你给我拿起来。哎哎，爸，你给我拿起来，行不行？爸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干嘛呀？爸，这是在医院，你这哪是安慰人啊？你这搞得跟批斗会似的。啊，是我的兵，我想怎么着就怎么。我拿去。在医院啊，没有连长，也没有团长，在医院只有医生，只有病人。现在在医院，您得听我的。您现在出去好吗？不要影响我给病人看病。您出去吧。出去吧，爸。好，好，好。我听你的命令，按照你们医院的规矩，啊。这就对了。肖志军，不用你不愿意听，但是我的话，今天你必须往心里走。好了，爸，您快走吧。谢谢你给我讲了这么多，告诉我事情的前因后果。这也是一种释放，讲出来心里就好多了。我会听郭团长的话的，以后啊不再想他了。我听后有个感触，可以直接说吗？说吧。刘兰英和你从小一起青梅竹马，你们一起相爱了这么多年，他突然终止与你的关系，我觉得这里一定有他的难言之处。
爱一个人就要原谅他的难言之处，也许过些年你会明白的，他或许是值得原谅的。也许吧，只是我现在难以接受这个现实。我理解你的感受，也很钦佩你在感情上的专一。其实有时候人要学会放弃，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爱的表现，不是吗？我是军人，有时候我会一根筋的。我不也一根筋吗？你不一样。是吗？有时候你会换位思考。我只不过是站在女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罢了。你说女人真的很复杂，你说呢？我觉得你看起来挺简单的。是吗？那你倒要好好看看了，我到底是简单还是复杂呢？我们家小荣是坚强的战士，没有什么面对不了的，更何况这么一个小小的手术呢，对吧？我在这陪你，我们俩一块儿去面对，好吧？丹妹，没事了？我都安排好了，什么事都没有了，这就对了，轻松的。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场小小的战役，好吧？有你陪我，我就不怕了。哎，这就对了。我们家小荣是无比坚强的。你吃点水果吗？我给你削个水果吃。医生说了，手术前不能吃东西。那你喝点水吧。全麻，水也不能喝。水也不能喝呀？那这么着，我投个毛巾帮你擦擦身子。不要，手术前有全身消毒。哎呀，那我总得为你做点什么吧？做点什么？要不然我帮你梳梳头。你别换个发型。不用，你在这陪我坐着说说话就挺好的。怎么了？这是？没事。等你这个手术做完呢，可能得休息个两三个月吧，然后我就陪你啊去旅游去。去旅游啊？对。我带你去香港，去马来西亚，还有新加坡呀，咱们都走一圈儿。咱们还可以去欧洲，去加勒比海。加勒比海有海盗是吧？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带你旅游必须得兑现。那你这回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要再不兑现的话，我自己都是觉得说不过去。
谁打的呀？周局打电话。周局打电话肯定有事儿，你先接呀。说好了不打扰我的，你赶快接吧。单位是不是有事儿啊？没事没事，不是单位的事，我先接一下啊。志军。 周局，志军呢？上访的事应对的怎么样了？搞定了。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放心吧，他们暂时应该不会有事了。黄一瓜的老婆已经恢复了记忆，他交代出不少情况，刑警队张鑫他们，希望你能过去听一下，能行吗？现在啊？哎，你现在在哪儿？ 我在医院呢。哦，哎，你看，小荣今天不是手术吗？我把这事给忘了。这，那你就留在医院吧，啊？要不然，喂，妈。 要实验了是吧？哎，有紧急情况，让我过去一趟。是周局来的电话？是，真是。你看，是周局刚打的电话。哈，我这个老头子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你说周局对咱们这么好，他给你来电话肯定不及时。 快去吧，歇一会儿吧。办完事，马上回来。嗯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小荣，我就不跟他说了。不用打招呼，快走吧。甭开啊，我走了。 小荣啊，哎呀，快躺下，快躺下，他马上回来，不用着急，快歇一会儿，下午就要手术了，啊，来来。 你得冷静一下啊！你要不这么去给我们讲呢，我们就破不了案，就保护不了你。你想一想，在之前你得罪什么人了没有？有没有你的仇人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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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先生，我能为您提供什么服务？急救室在哪儿啊？急救室在那边，请问您找谁？我有个朋友在抢救室。哦，那您去那边打听一下。 好，谢谢。
还是不行啊。坐。哎呀，张队长。啊。医生让我告诉你，今天不能再对他进行问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病人的病情反复无常。什么时候能恢复过来？说不准，等到病人的病情恢复过来再通知你们。所以请你们暂时不要打扰他，病人现在需要休息。谢谢。来，我找个地方把情况跟你说一遍，好吧？这样吧，直接到周局那儿吧，正好他等着听汇报呢，你也不用再重复一遍。也行，那咱们走吧，走吧。好好盯着点。这个呼吸、心跳、脉搏基本都正常。准备建立静脉通道，术前药物啊都准备用上去了。怎么样，紧张吗？不紧张。对，不紧张就好，相信我们啊。提前两小时进行皮肤清洁，准备送隔离室。哎，家属呢？在这儿。我说的不是你，我说的是他先生，刚才不是还在的吗？他有急事刚出去。什么事儿比这个还急啊？啊，真是。他真有急事儿。是着火了？去救火啊？比这个还急呢。好了，下午一点准时手术，大家做好术前准备啊。明白。手术室见啊。这黄一瓜的老婆说，那天有很多人到他家里去避债，说他呢把黄一瓜给藏起来，他忧口难辩，同时他又找不到黄一瓜，联系不上，于是呢他就找到了于玲。这么说，黄一瓜除了看守所的去向，是于玲玲安排的。那么这个事儿，黄一瓜的老婆肯定清楚啊。没错。黄一瓜的老婆说，这一切呢都是于玲玲亲自安排的，包括利用她去给黄一瓜送东西，包括让她利用送东西给黄一瓜啊做暗示估计啊，让她担保这个债主的债务，只要黄一瓜出来，这债务就能还清。所以呢他就去找于玲玲要人。他说那天晚上在睡梦中他被人惊醒了，说有两个蒙面人硬是捆住了他的手脚，给他打了一针，一下子他就什么也不知道。黄一瓜的老婆还说了什么吗？他还想再说下去，但是突然发病了。我琢磨着这可能是那天晚上的事儿让他受了刺激。等他状态好一点，我们继续问一下他，他肯定会知道更多的情况。嗯。嗯，您就在这等候吧。哎，等一下。对不起，等一下。小龙啊，哎，别害怕，不要紧张，一切都会顺利。志军呢，一会儿就来。爸，嗯，你也别太紧张了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啊。放心吧，爸。嗯。要是今天手术不顺利，你可千万别怪志军。看你说的，不会有事的。
志军，上午你对那些债主的工作做得很好，谢谢了。为你扛活嘛，为我们办案赢得了时间。我们要利用好这个时段，争取在两会召开之前把这个案子给破了。省厅对这个案子很重视，我下午就得去给他们汇报，争取他们的指导和帮助和支持。好。哎，小荣几点手术啊？马上就手术。你看我，我又把他给耽误了。那我……哎，你今天就老老实实待在小荣那儿，什么事儿也别干啊！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。可以去。你有什么牢骚，你跟我发啊。已经手术了，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不清楚啊。进去之前，情绪还好吗？好。他让我告诉你，如果他有什么事，让我不要怪你。大厨师，好了吗？好了。来了，好丰盛啊！山珍海味咱不会，咱只会西红柿炒蛋。嗯，好久不做了，但愿今天别掉链子。配了你过生日，我可豁出来了。好不好吃，你就多担待。只要是你亲自下厨啊，比饭店的一流厨师做的都好。原来还不错。来吧，去年的生日。好容易今天有时间了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不管他，生日快乐！你还是接吧。谁呀？这是。疑犯已经锁定了。
个嫌疑犯躲了两个月了，今天终于露面了。周局长，我过去一趟。你看这事儿干的。那你去还是不去啊？不去。来，对不起啊，把我们这种氛围给打断了。咱们重新开始。生日快乐，老公。你还是去吧，你要是不去啊，今天这顿饭你都吃不踏实。要不这样，我在家等你回来，回来补过嘛。你别忘了，我一直是支持你的。来，那你先吃。明年的生日我加倍得给你补上。